啊，结婚讨厌的很，我男的在那里就把菜给我吃了。哦，哪个结婚不听话哟？啊，搞啥结婚不听话？啊，我非讨厌，我真难听。你先挖到，我就把你炒它。要得。我先把鸡弄来再来嘛，你炒个尖椒鸡来吃。 我们拿来瓢盐，来点鸡精，来点蚝油，然后抓抓。然后我们等它麻十分钟，等它入味。然后我们要把佐料切进，红红小米辣，给它切结结。再切点孜姜片片，蒜瓣瓣切片，来点大葱壳壳，再来点芹菜结结。我稍来给它倒油，把鸡肉给它炸一下。 啊，油烧来了，给它把鸡肉倒下去。我们把水分榨干了，就给它捞起来。把我留点底油给它来瓢猪油，给它来瓢青花椒，把蒜和海椒倒下去炒。把姜给它倒下去。然后炒香了，把鸡肉给它倒下去。再来调个味儿，来点生抽、鸡精、味精、盐、白糖。 我们把葱子芹菜给它倒下去，来点花椒、油香油，准备起锅了。好，起锅，哦，准备吃饭了哟。想好晚上没吃饭。哦，好了的了哟。我们来点芝麻，准备开干，来哟，盛饭的来的了哟。哎，婆，开干，开干。嗯，让我整点去。 这些肉嘎嘎，来得很。嗯，好香啊！好多好多，这么甜，这个推特不动。这我肯定做错了，做到老几了。嗯。等我晚上重新做过，我做个孜然噻。那你把卤肉你抓来吃，抓来吃完了。你要喂老外都是吃的，给这，是嫩点的好吃的，香的。哎，那些老的喂老了，你教教不动。 两个肯定动，肯定香得很。有啊，有啊，巴肚肯定动。那天我好像骨头我就吃，像骨头里头好多话，第三次好多话。骨头那根汤儿叫做吃。哦，刚才我就给你安抚假牙哇，啃骨头凶得很。假牙不是嚼不动，假牙一个。